我是 CINEX 影展策展人赖真玲，今年的策展主题爱去爱来，探讨爱的各种面向。纪录片就像一面镜子，真实映照当今社会，也就是我们一层一层的把爱往外推，那也就是比较大的爱，对国家的爱，对社会的爱，整个社会的氛围，我们想要去讨论就是非暴力抗争。那抗争者他其实是怀着一种大爱的心情去做这个社会的运动。策展人不藏私推荐纪录片，欢迎光临寂寞宾馆。在日本会去 Love Hotel 的几对人士，他们到底进去在做什么，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啊。例如说里面会有一对夫妻感情非常的好，他每个礼拜定期都会去爱情旅馆，去做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讨。异想世界本周访谈 CINEX 纪录片影展，看见爱的消失与重生。9月19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